有一位网友跑到小溪里避暑，顺手就捡起一根飘来的竹棍，发现这是一根空心的细竹筒，于是，在脑海里瞬间分析推导了一番，依然决定将其插进水里，拼命摇晃。果然，晃动若干次后，竹筒顶端开始冒水，就这么硬生生变成了一个抽水机。那么，该网友在捡到竹棍的一刻，是经过怎样的科学分析，认定晃动的竹筒能抽水呢？ 原来是这位网友十分细心，观察竹筒时想到，如果让它绕着一端挥舞，其中的空气柱就会在离心作用下向另一端运动。此时把进气一端堵住，那么空气柱排出时，管子内的气压就会越来越低。挥舞的角速度越大，离心作用就会驱动更多空气从出口逃逸，使竹筒里保持更低的气压。既然如此，他便将竹筒一端插进水里。 拼命摇晃起来，以便让空气柱获得尽量强的离心作用，从管口排出，使竹筒里出现低压，将液面吸起来，形成水柱。但是网友在晃动竹筒时又想到，既然在气压差的推动下，水柱向上运动。 那么水柱此时也在跟着竹筒挥舞，当然会受到离心作用而出现一定的失重，造成水柱重量减轻。这样，即使竹筒内外气压差不变，水柱高度也能继续增加。网友想到此处便不敢怠慢，于是更加奋力地摇晃竹筒，让水柱在较强的离心作用下获得较大的失重，以便受到额外的压差向管口运动。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。当叶面向上运动时，水柱就逐渐取代了空气柱，竹筒内外的气压差会越来越小，最终水柱会停止上升。而这位老谋深算的网友当然深知这一点，于是他打算立即增加摇摆频率，以增大水柱的瞬时角速度，在竹筒内外有限的气压差加持下。 靠更强的离心作用，让水柱获得向上的加速度而继续上升。由于水柱的流速造成静压降低，又不断从管口外面吸水，使水柱持续增高，到达管口。分析完毕后，网友不顾手臂即将抽筋，拼尽全力剧烈晃动竹筒，让水提速。水柱终于冒出了顶端，在竹筒里形成了持续的水流。因此，这个人力竹筒水泵。 首先要通过管中空气的负压吸水，而后靠水柱受到的离心作用及自身流速和空气柱形成接力，才能把水推到高处。这个往复挥舞式离心水泵不仅工作原理巧妙，构造也极为精简，体现了网友缜密的科学思维以及登峰造极的技术整合能力。